情的。导演，不好意思打扰您一下，我们的看到另外一个韩国欧巴已经来到了我们的红毯现场，李敏镐先生。欢迎李敏镐。有请李敏镐先生，他的尖叫声不够，来。好，谢谢，不好意思导演。嗯，那特别感谢您来到我们的现场，来有请。嗯，哇，我们的长腿欧巴哈。哇，有请。走过来的时候要尖叫，对不对 ？OK， 那就用尖叫等他走过来哈。我们会不会讲韩语？讲一句他懂、听得懂的韩语。OK， please come here。Hello。尖叫声在哪里？哇！天哪！天哪！哇！小心，小心！非常的欢迎，欢迎你，欢迎，欢迎。Please say hi to everybody in China. 你好，좋은 밤입니다. 네. OK， 来有请我们的翻译，谢谢。好，那么我们想采访一下，这次在中国有没有什么样不一样的感觉？嗯。굉장히오랜만에중국방문했는데요또많은분들이이렇게환영해주셔서너무행복하고기분좋습니다啊，是的，很久没有来到中国了，有这么多朋友欢迎我，我感觉特别的开心，也觉得很幸福。嗯，好，那么我们这个之前呢已经受人之托哈，说要用三声尖叫欢迎他的这个到来，所以我准备好一二三，大家三声尖叫好不好？来，一二三，开始。看到这么多喜爱你的粉丝朋友哈，会不会一直特别的感谢他们的存在？对，多么幸福！好，那非常感谢，非常感谢李敏镐先生，有请来到我们的请步入我们主会场。嗯，非常感谢。哇！哇哦！天哪，周易，你什么时候能这样啊？好，那其实我们知道这个李敏镐先生的赏金猎人呢，也是马上会跟我们见面，也请大家多多支持。哎，那其实哇哦！天哪，周易，你什么时候能这样啊？好，那其实我们知道这个李敏镐先生的赏金猎人呢也是马上会跟我们见面，也请大家多多支持。哎，那其实呢今天我们的这个红毯现场可以说真的是这个星光熠熠哈，而且在最后的压轴嘉宾李敏镐先生出现的时候，我发现很多的粉丝已经失控了。那其实更多的，而且很多是我们的工作人员好吗？没错，那其实在更多的精彩呢将在我们的内场实现。下面就是我们的红毯的最终的环节，特别感谢各位乐迷朋友的守候，让我们内场见，有请。拜拜，谢谢大家。